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个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内，台北股市有今天有哇一直跌，但是被跌到什么时候？跌完了。你用小有名，你用欧北贡，我没有欧北贡了，就真的跌完了。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加权股价指数，其实就只有看一个重点，就看目前的报价。好，目前报价在10464点，你说它跌了113点呢，116，我觉得那个倒不重要了。它的关键在于，好，今天的最高跟最低，就看这两个数字哦。这两个是数字怎么观察？来，我们看加权指数呢，今天最高点在10579点哦，各位就只要看今天的上关点，以及什么呢？以及今天的上低点。好，你看这两个数字里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不用看我，那看这两个的话，看我不懂，就看它哦。最高在哪里？你一定告诉我，在10579，对不对？好，今天到目前为止已发生的最低点在10451。好，该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了。第一个，人为镜叫明得失了，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他每天的一个说法，我们去做评价，评价什么？哎，讲的到底有合理不？啊，到底是对，或者是不对，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再看到，我们昨天在这个节目上，昨天是不是提到10577点？然后昨天加权指数还攻到多少？攻到10600点哦，涨加权指数攻到10600，我就我们这个节目中。就昨是24个钟头前哦，我的看法就是讲吼，伊差一点，伊个加一点吼，我所有人可以都空到昨天的最高点。好，问题是，我们在昨天的索马影音里面也提到，他今天不能破10577，对不对？10577的破也安怎？10577的破，伊就一定爱连破两道关卡，两道，一道叫10490。一道叫10463，他来交代完这两道之后，他要准备做反转了。你说哈，没有反转啊？我做笔记了，你根本没反转，我有做笔记，人为镜，明得失啊！我对就对，我错就错啊！你就做笔记啊！你现在问我，我怎么跟你讲？我的看法就在于，好，各位回过头来哈，有一点点复杂，一点点，但是呢，你根本是在做起来笔记。来，回到两个礼拜前。各位请看，很重要，很重要哈！这是两个礼拜前的讲座，我们稍待再讲今天哈。两个礼拜前，我们在台北的课程里面就提到，好，第一个多头主要架构在10326，然后往上做行进，对不对？借行进的过程来对，当时有一道叫10559点啊，注意看哦。为什么是10559点？这是较简单的哈，就是说把已发生的最高跟最低做评价啊。问题是，如果形成一个类似这种整理结构，或是这种整理结构，你在做每个震荡过程里面的判断，你该怎么看？一样，来看看看看，哎，赶快哦，我念给你听哦。这里是不是10619、10463、10656？没有错了哈。好，所以做笔记哈，来，请看这里，什么一模一样。然后，请你现在吼最重要的，输赢就伫遮啦吼。啊，你啊无抄起来，我感觉你一下子说啊，这讲的敢会对，啊这讲的敢会唔对，对不对？好来，一样吼，来一个所有会员吼，一方面你就把你的奇迹标股点出来，你先把它点出来，我等一下做说明哦。再来，你把今天的简讯点出来，给哪里？给哪里简讯？顾得卖个传给我，你传给我是要创啊啦？你传花花能传出一朵花来嘛？啊，顾德干不起，林公司啊，有什么不一样？来，拿起，这是今天哦。我就你这样把酒款，这是不是11:49？啊，这样是不是12:04？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好了，这张图的上面是昨天，
这张图的下面是不是今天？就今天的每一通了哈，时间分钟秒数是加是中原标准时间啊，对就对啊，停损就停损。好，我们今天怎么向会员做简报？来，在点三十一分，当时还没有急杀盘呢，啊，简讯出去就开始急杀哈，你做参考。预估加权指数，你抄一下哈，预估加权指数在点三十一分会跌破几万空四百九十点，还没刷。当它破了10490，不是还没结束哈，它会继续再破，会破多少？破10463，破10490再破463，然后呢，你别惊，你有个欧北走嘛，你准备挂点啊，你做笔记嘛，来到接近10445，才要开始起啊，安尼听有就听有，听无话无话到啊。啊，该讲啊，你讲到这济啊，啊，你我有啥物要破490，有啥物要搁破463，对不对？啊，你顶咧两礼拜前你有来上课，这十几年以来你有来上过课的，我每一次都有教你。好，来再看一次，哪里是10490，哪里是10463？好，卖叮当，卖叮当，加叫做10490，这个10664，这叫10463。这叫10225，这叫10619，这叫10366，这叫10537，这里叫10283，有没有错？保证没错。那我扣两个错啊，错杠做上面从业人员对不对？我背来乱七八糟。好，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向我们的成员简报，就是说他一定要交代几班控四百九十点到几班控四百六十三，交代完呢？搞大了，你继续搞放空看卖，你不是他个派去啊吗？哎，不是把个派去，我怎么是在想什么？我只个哇，你看那么多节目，我没有意见呐、啊。啊，每个人都讲哇，你看这吼，我都跟你讲，这都爱多爱空，我听你胡说八道。我请问你啦，为什么要交代490跟463？因为反弹主破底，回升涨势起。好，我从这里慢慢讲哦哈。你家看无，家你无可能看有啦。你这边看不懂，这个都已经发生了。那麦公先知先觉啦，咱上无啊，唔通不知不觉嘛，对不对？后知后觉都 OK 啊。好，所以呢，来，咱再后知后觉去。好，来，看加多少，加，这里是不是10283？啊，你就拿个纸跟笔咩？啊，假如10537，啊，然后呢，我想底下个位置要算，这条位置对。你用小明，看讲嘛，怎样是10410，对不对？对啊，为什么是10410？小明，你这阿呆头，你十几年、十五年前你就跟我讲啊，把往前推最高点加最低点除以2，啊，你这笨蛋小明，你到现在还不会啊？拍谁？我讲没像，来，你帮我算一下。好，来，这一条线是不是叫10410？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对不对？啊，好，啊，当时会破不？我哪会知道伊会破？不知道，我怎么知道？那你就看嘛。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里放大？什么地方都不要看，加加多。哎，狼 K 啊，你看着他，不要告诉我。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叫什么？因为这个叫 K 线图啊。好，这是什么 K 线？这叫日 K 线。啊，这是什么日 K 线？一天每一天一支 K 棒。那你算给我听哈、哦，为加开始，各家，这支你有看到无？这支啊，啊，这支你也看无，我就无法度啊。这个我看无吼，还讲你这世人卖，咱卖做股票啊啦，卖做指数，好不好？啊，这个这个都又抬落去，又都起来，问你是在讲什么？从这里到这里，他在干嘛？不，伊在创什么呢？哎，伊在过10410的，啊，有都有，无都无嘛。伊跟你过几十年啊，啊，你有照着这个结构做好。当他守在10410，好看全图，代表会怎么样？不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个半空，就是欧北共反弹主破底，回升涨势起。什么叫反弹？如果它是个反弹，一起也反弹，代表一定会破10283。啊，如果是回升呢，它肯定过537。啊，对就对，错就错嘛。啊，你就要告诉我，啊，有没有过537的货嘛？无嘛。好，再来。那可是它为什么跌到10225？为什么跌到10225啊？因为第一个，第一道叫10492，第一道它总共有三道，第二道
另外三关价，三关个头啦，什么三关价？你卖个二公，什么三关价哈？第二道叫10451，第三道叫10326，多头预满，空头预满牛，哎，记得呗？好，来一个一个慢慢来哦，你要慢慢听哦。为什么是一？因为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啊，你这里不会，这里就不可能会。框架，为什么第一道会在10492？因为10619这个反转下跌，对不对？这第一缸，这第二缸嘛。然后你还跟你往前看，最高点多少？最高点是不是619？啊，最低点呢？最低点是不是10366？如果这个10492够不掉，代表怎么样？它要怎么样？它要破多少？10366，一定破。这条伊无要过，过一定过619，不守会破10366。啊，这支有破无？一定破嘛，对不对？破了，这支直接破到哪里？破到哪里？这根是不是直接破了366跟283了？这两个点拢破哦。为什么？366连接619叫10492，往前推283到619，这条是不是451？因为可是为什么来到这里交代了10283开始大涨，一下就给它起450点？为什么？看着它，为什么？因为真简单啊，10283往前推，最低点多少？1033点，是不是10033？你连接10033，那叫大集结点。10033连接10619，这都叫做10326。所以你回顾一个月前，我不是跟你报告吗？空头会在这里撞到蛮牛吗？啊，你家半康哎，你不是全中华民国最大的笨蛋？啊，是你是笨蛋，啊是我笨蛋，我不应该告诉你嘛，对不对？好，他是不是守了10326？而且高料干无五高加魂。好，好，这里讲完了，看这里。啊，我未晓，我嘛唔知要如何是好了。我未晓春节板块，好不好？你一定要看今天的索马影音，以及呢看今天的研究报告。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接下来是不是从10225开始反转？反转呢，第一次的低点在463，然后呢来到本波段最高点10664，回撤最低点是不是在这个礼拜的10490？好，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一个重点，好，主要的关卡在10577点，昨天呢一度涨五百，这个红 K， 昨天是不是一度攻到10600？有嘛？啊，咱涨啊后，是不是跟你讲，这个10577要它就守住，那肯定过664啊，不守呢？不守呢？不守就一定会破这个490啊？为什么？因为577是连接664跟490嘛，所以这道嘛，啊底下有无？一够底下就一点过664。啊，577不守呢，就保证破490，一定会破。破了490呢，接下来会再破463，因为463连接664，这里一道，这一道也破了，所以一定破490，再破463，担心呢也够底价。加瓦姐，你来狂来猜嘛，来啊，来修书嘛。这里现在今天最低啦，目前发生在451啦，这个451是不是已经破了490跟463？啊，你我看780都要唔掉。我是事后才告诉你的吗？不是哎、欸，我是10:31我就给你做简报哎，啊简报完了，是不是这个几点了？我是加给你简报哎，我不是加给你讲，加都免讲啊，加直接讲什么意思？好，下来来到这里，这里也跌完了啦，所以也就是说，接下来你怎么去观察台北股市？人家做掉了，阿明要做掉，好来往下看哈，所有的会员哈。不管你使用电脑版软体，还是使用行动手机版本的，包括你是 Line at 的好友，来，我现在念给你听哦。加权指数 PSY， 5分呢，10分呢，15分呢，20分呢，30分呢，来，我就连到一模一样，好，给你做个参考。那该怎么样代表说指数在短线，它这个空方杀盘力道？一进去就已经抬个跌去啊！哎，姐妹，你讲话他还要打我，那你就让他打、啊。你给我讲一摆，他要打我，你叫我让他打，因为他没有力气打你了。你听不懂吗？你现在要打我，对不对？
你现在一只手打出来，你一只手伸出来，你不能安内嘛？啊，我如果在这里，我不是被你打到家 OK 吗？对嘛？可是如果你的手已经打安内溜掉了，他这样子怎么打？这样打没有力气，就会等起啊！你反击，他手会断掉啊，因为他力道已经衰竭了。打沙盘力道，给他给抬完了、啊，纵使啦，哦，哇，还要跌，他也要一个拉回来，唔叫有然后出去，有法都安尼直直直直走吗？够可怜。所以你需要有个系统工具提供你做个研判。我举个例子，各位请看哈、哦。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很快了，一个礼拜又过了啦。你这个月哦，你再扎个眼，下个礼拜九月份又结束了，对不对？啊，这是不是？这什么时准？哦，这是礼拜一啦，高二十八，对不对？九月十八号是当天了哈。那当天呢，我们特别提到，不管是所有的指数啦哈，啊，包括电子、金融，你就照着做，正五十、负五十，这不是大盘吗？不是当时的一个看法吗？好，然后我们再看礼拜二。对比台北股市跟全球股市，台北股市是落后的，所以你也不要过度的看空台股哦，它真的要嘎你不是不可能哦。那整体上啊，不就445到577吗？就讲给那个这不是呢，这是拜三的代志呢，高位20的。9月20号，它整个架构就出现了嘛。好，那目前呢是从这里是不是来到445了？来到445，你还乐观了、啊？那有人直接悲观呢？你要悲观，你嘛是直接悲观，那有直接悲观呢？你嘛较认真呢？好，来看这里。我们昨天不提到吗？鸿海叫对对冲吗 ？PSY 你就点点甲鱼三蛙公啊！好，来先看一下。这里、個、哦，你就把它点出来，好，你把它点出来，来看我的手哈。奇迹标股。好，这里有没有一个 PSY 一个对对冲？啊，你给它点落去，对不对？好，点了之后，来一直几站，好啊，起嘞，买叮当，放掉，啊，就起了5分钟哎。好，那你就看到什么？看到每五分钟指数的行进跟 PSY。好，我们先看这里，这是不是昨天？昨天最高来到加权指数来到10603，摸不对吧？好了，是不是在这里？几路 Q 起来，啊，这是什么 PSY？啊，加什么负五十？啊，负五十安了，啊，我们就叫你做多，对不对？啊，正五十嘞，正五十来帮康。好，这个叫指数，这个叫鸿海。那鸿海怎么看？鸿海怎么看？鸿海叫对对冲，好不好？有对对冲，对对冲怎么看呢？叫100到0，100到0。当鸿海跌到零呢？跌到零呢？你给帮康，你想写的选下面。啊，如果鸿海拉到100呢？你敢买？啊，你大概是在想什么？一样的道理啊，你就照着这个节奏来，你就不会错嘛。那错怎么办？错我会带你停损啊。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一样，电子类股指数、金融类股指数，赶快，你就照着这个模式。那最起码，纵使错了，你的受伤也会降到最低了。你别安尼规路同台瑞，规路去用架起来。好，该怎么看？2分钟后马上向各位做简报。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无法左右大盘涨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高频率先补空，低档提前翻多。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指数当中破断一指完成。为了投顾心动行动 ，PSY 心理线。咨询专线0800-55808，0800-55808，变普通，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系统选股，自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02-2578-3000，无法左右大盘涨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高频率先补空，低档提前翻多。
PSI 新领先标股自动搜寻，指数当中波段一指完成。我的投顾心动行动 ，PSI 新领先，咨询专线0800-558080800-55808。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你问我的看法，然后你会说啊，台北股市都有八鬼点，我看法就这里跌完了，就没有什么好看了。你再问我的看，我就跟你讲真的，我个人哦，你可以说我看错，我都 OK 的。那你问我看，阿鲁到这里就结束了，这第一段已经结束了。好，接下来呢，我的就是说，人为镜，叫明得失了。那对错当然要做验证，对不对？那一个礼拜又过去了，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好，我们回过头来，从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的礼拜五一样，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哦，就一礼拜前哈，一礼拜前的今仔日，咱伫中昼十二点到十二点半啊，刚下午在运通财经台。那我个人在这里跟各位做简报。我们上个礼拜的今天呢，提到一档股票叫2313的华通，对不对？好，华通呢是一档多头很强劲的一档标的股。问题是该怎么做？我的看法就是一样啊，你必须有个系统，有个工具啊，然后呢？你就做对啊，你就做对啊！现在不是大家在开玩笑吗？说吸附我股票怎么做都错啊，你就做对就好啊！啊，对啊，大喜没有做对，不是啊，大喜没有做对，你是不是要有个系统，有个工具，而不是空口白话？我很口渴，该怎么办？那就喝水啊！啊，你要有水啊，用水供哎。好，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提到吧，任何股价。任何股价该怎么做，你就用对对冲。记住，对对冲是看三十分的，它跟 PSY 不同。对对冲的用法就是说，它来到正一百，啊，你要卖呀；啊，来到零呢，啊，你要买呀。啊，就安内鸟嘛。啊，上个礼拜五难道不是9月15号，不是在家吗？啊，这不是上个礼拜五，帮我把这里放大，放大。这是顶礼拜五诶，中昼十二点到十二点半诶。啊，这个是什么？这是零呢？啊，这个用这是什么？100哦，这叫一百，有科技吧？科技吧？啊，用嘴讲的是什么？科技吧？啊，你是不是有个工具跟你讲？哦，这已经一百。啊，这吼、哦、华通再好，直接暂时无买，对不对？什么时阵？啊，这不是9月15吗？啊，你是不是你的手伸出来？你的手伸出来，一再点哪一个？不是 PSY， 华通呢是股票，股票请你点对对冲，好不好？点了之后，不管你是鸿海、台积电、锦硕、三米股票都可以看，好，你就啊，华通啊，华通期呢，棒雕三十分，对不对？对对冲，好，你告诉我，9月15号在这里加，啊，就今天加干杯华通，啊，你嘛搞我搞，加干杯华通啊，哥再来嘞。啊，股价有掉下来无啦？有都有，无都无嘛？是咪直接这么挣一百？啊，唔会只杀下来？啊，为什么它又大涨？啊，你看这里，啊，这里不是一百，这不是零，啊，又杀到零了，啊，怎么办？啊，不敢买者，啊，敢买者，伊是唔有过去？啊，这跟我遐难？那我只问你这句话嘛，跟我遐难？不是，你要有个口渴了怎么办？喝水啊，吸附啊，对啊，啊，水嘞？啊，水不在你的手上吗？你就把它拿出来，就给它点下去，就给它点下去。这是不是红海？你们小米啊，红海，你给救起来啊！你起码把帮帮忙。这是9月21耶。啊，这是9月20耶。
啊，九月二十红海底对，九月二十红海底加哎，不是底加呢，二十一号才救起来呢，二十底加呢，啊二十嘞，啊为什么回档最战？因为对对冲的红海已经被当时被打到多少？被打到零啊！你嘛看眼睛一下，红海呢？我刚刚跟你讲大海一样，台积电也一样。当一档个股短线超跌，它要反转，你必须有个工具提醒你、提示你哦，伊要去啊，啊，关键搞啊 ，I say 呀，要踩刹车了。那指数的部分也是一样啊，不管您是会员，或者是你是 Line8 的好友啊，你就自己看哈，你可以看一下今天早上我传给你的图表，我现在起哈，你自己看哈。来哈，这是指数的部分哈，加权指数啊，我没在起台子起啊，规定的。那么呢，这里叫啊，立马啊。这讯号比较差一点哈，这里呢是低点 ，OK， 这里叫负五十，所以来到负五十呢，你就正向去做观察。好，如果说各位您对我们的系统包括操作想进一步了解的，也欢迎你稍待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那么台北股市我的看法，目前的结构，特别是下个礼拜，好，未来这五到礼拜三了哈，到下周三它主结构一样，低点在10445。那高点在10577，我相信你也赢足多钱，谢谢你，拜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订阅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无法左右大盘涨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高频率先补空，低档提前翻多 ，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指数当中破断一指完成，固定头部心动行动 ，PSY 心理线咨询专线0800-55808-0800-55808。变变子通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陷阱选股，自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02-2578-3000 2578-3000。无法左右大盘涨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高频率先补空，低档提前翻多 ，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指数当中破断一指完成，固定头部心动行动 ，PSY 心理线咨询专线0800-55808-0800-55808。有时候通知啊，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先生，政府